大家好，欢迎收看圣经考古资料库，我是庄正成。这一集我们来讲瘤类骨。说到瘤类，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当中，只有人类才会哭泣，而且只有人类才有情感的眼泪。尽管生活在空气当中的动物都会分泌泪水来滋润他们的眼睛，但是只有人类才拥有产生哭泣的系统。而眼泪的产生，这种看起来很简单的自然反应，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眼泪是我们人体必须的部分，如果没有眼泪的话，人类的生命将会截然的不同。因为短时间没有眼泪的话，会引起我们的眼睛严重的不舒服，长时间没有眼泪来滋润眼睛的话，我们甚至会丧失视力。而眼泪则是一个见证创造主的例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让我们这一集的节目为您娓娓道来。诗篇第84篇第5到第6节当中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瘤类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当中这个瘤类谷 Valley of Baca 通常被翻译成为 Valley of Weeping， 也就是瘤类之谷的意思。有人认为瘤类谷并不是真实的地理位置，只是一个虚构的地点。为什么这些人这么说呢？因为根据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来分析，这篇诗篇的朝圣的人凭着信心把瘤类谷变成了泉源之地。瘤类谷会变成泉源之地，这种意象式的说法当然不可能是事实，只是一种比喻罢了。所以有人认为瘤类谷并不是真实的地理位置，只是一个虚构的地点。但是也有人认为瘤类谷是一个真实的地名。事实上，葛辛尼这本希伯来字典当中说，瘤类谷是在巴勒斯坦的一个谷地。既然瘤类谷是指着真实的地理位置，而且葛辛尼希伯来字典还说它是在巴勒斯坦，那么它在什么地方呢？没有人确实知道，因为这个名字只出现在圣经的这一篇诗篇当中，所以我们很难判断。虽然瘤类谷确实的地理位置没有人知道，但是本集的圣经考古资料库就要带您来研究瘤类谷真正的地点，以及这段诗篇所引发的问题。瘤类谷 Valley of Baca， Baca 是什么意思呢？有学者说它是巴勒斯坦的一种灌木丛的名字，阿拉伯人称它为 Baca， 但是也有人说 Baca 是一种荆棘，因为 Baca 的枝子分泌出来白色的树脂，由树枝滴下来的树脂有点像滴下来的眼泪，所以他们就翻译成为了瘤类谷。瘤类谷 Valley of Baca 就是有着 Baca 这种植物的山谷。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除了诗篇第84篇以外，没有任何的地方有提到瘤类谷，所以这些学者们认为瘤类谷一定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如果瘤类谷不是虚构的地点，而是真正有这个瘤类谷的地方的话，正如同葛辛尼希伯来字典所说的，这是在巴勒斯坦的一个谷地。那么到底瘤类谷这个谷地是在巴勒斯坦的哪里呢？因为贝卡这个字的复数叫做 Bakaim， 也就是伯基姆树，所以瘤类谷 Valley of Baca 其实就是伯基姆树的山谷。而中文圣经却把伯基姆树山谷翻译成为了桑林 Mulberry Tree， Mulberry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吃的桑葚。所以有人说这个瘤类谷
Valley of Baca 指的是在撒母耳记第五章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四节当中的记载，大卫求问耶和华说，你不可上去，只要在他们后头拿一个指南针到桑树那边来攻击他们，你听见桑树顶上有脚步声，就当振作起来，因为那时候耶和华必在你面前出去击杀非利士人的军兵。这段经文当中所说的桑树，就是诗篇第八十四篇所说的流泪谷。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话，流泪谷 Valley of Baca 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城西南边的一个地方。除了这些证据以外，犹太人的历史资料也显示了流泪谷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锡安山南边的新嫩子谷。如果是这样的话，流泪谷很可能是在新嫩子谷中上游地势稍高的一个山谷。如果流泪谷真的是在新嫩子谷当中的一个山谷，而且诗篇第八十四篇第五到第六节当中所说的并不是诗人所幻想的情境的话，而是当时候他们是真的在流泪谷真实的经历的话，那么诗篇当中所描述的他们经过流泪谷，这又代表了什么意义呢？我们以前说过，要正确的理解一段的经文，必须要参考它的上下文。我们来看经过流泪谷的上文，也就是诗篇第八十四篇第一到第二节当中说了，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羡慕也就是表示没有得到，但是却盼望得到的意思。这里所提到的他们又羡慕可想什么呢？盼望得到什么呢？这里所提到的他们羡慕可想，指的可能是他们经过流泪谷的时候缺乏水源来解渴，而这个肉体上面的干渴也象征着我们属灵上面的饥渴。诗篇第八十四篇第五节接着说，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流泪谷可能是位于伯利恒要到耶路撒冷之间的一个位在新嫩子谷当中的一个山谷。如果他们是在干季经过这个称为流泪谷地方的话，因为缺乏水源解渴，会使得走在这条路上十分的艰难。但是因为要到锡安，锡安指的是耶路撒冷，锡安大道就是通往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的道路。接下来诗篇第八十四篇第六到第七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尽管他们经过流泪谷的时候缺乏水源来解渴，因为通往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的关系，所以他们忍着干渴，最后终于有秋雨及时的降临，解了他们的干渴，所以这个流泪谷就变成了泉源之地。在干渴的路上得蒙秋雨甘霖及时的降临，他们得到了生命的恩惠，这是圣灵的结果。再加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他们经历了流泪谷秋雨及时的降临，解了他们眼前的干渴，收获的季节又有了长期粮食的供应，这样丰收的景象是神的恩典满满。这个见证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自己的流泪谷，这个流泪谷象征着这条走在经历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充满了挣扎以及眼泪，甚至还有逼迫。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应许我们，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人生最美的东西都要经历过苦难才能够获得。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属世上面生活，必然会有许多的难处。这是因为我们已从世界当中选择了一条跟耶稣同行的十字架的道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我们必然会经历过流泪谷，经历了流泪谷的困难，才能够得到喜乐的泉源。你或许要问，为什么基督徒要经历自己的流泪谷？因为经历十字架，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基督徒。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当中记载，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时候门徒已经跟随了耶稣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在耶稣受难以前，门徒们却还有各种属世的理念，甚至好几次争论他们当中谁比较大。但是当耶稣被捕以后，门徒们都四散逃开了。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的门徒也没有露面，其中还有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件。门徒们在经历过这些剧烈的痛苦以后，他们再也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因为环境无情的逼迫，门徒们才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他们都厌弃自己，不再自我。所以真正认识到耶稣的教导，明白十字架的意义的门徒，才是真正的门徒。人受苦难不一定是因为犯了罪，人也不是因为犯了罪所以才必须经历流泪谷。约伯的故事是最好的证明，因为约伯虽然不明白上帝的作为，但是约伯并没有失掉信心，依然仰望神。经历过流泪谷，神要我们烧灭一切的自我、一切的私欲以及我们的骄傲，好让我们全然的信靠神。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神非得要我们经历流泪谷的痛苦，我们才会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呢？这是因为眼泪能够带领人更亲近神。凡是在安乐的时候去做个基督徒，而到了流泪之日不肯顺从的基督徒，只是庸庸碌碌之辈，不会有太深刻的属灵经验。约伯记第十六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向神眼泪汪汪。这是当约伯经历过撒旦的打击，又遭受 他三个朋友讥笑以后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受到别人的讥笑，受到别人的欺压，而向神流泪，这是不是你所曾经经历过的呢？你有多少的时候在人的面前受了顶撞？你有没有遭到亏损以及冤枉的事情呢？当你遭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像约伯那样哭泣过？或许你会说，在人的面前哭泣又有什么用呢？人生当中有多少次的失败曾经让我们流泪，可是流了眼泪又怎么样？眼泪只是无用的发泄，只是软弱的标志。大海不会因为谁的眼泪而上升，地球也不会因为谁的悲伤而忘记了转动，流泪只是弱者的表现。是的，你说的都对，在人的面前哭泣并不一定有什么用，但是在神的面前哭泣就一定有用，因为神看见我们的眼泪，会听我们所求的，这是真的。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滴眼泪，神是不计算的。向神流泪是有用的。我认为凡是在神面前流过眼泪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而一个从来没有在神面前流泪的人，就不会知道什么叫做交通，什么叫做与神亲近，更不知道什么是将重担卸给耶和华。所以
当你在世间的道路上面受到阻碍，处处受到顶撞，每个人都说你不对，环境都厌烦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这是你唯一的出路，唯有这个能够使你解决那个难处，这是实在的。凡是经历过的都要说同样的话，这种事情是每个基督徒都必须经历过的。列王记下第二十章第五节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领袖西西家，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是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西西家为了他的受束来祷告神，又流眼泪，神就答应他。这是说，神喜欢我们流泪的祷告，我们流泪的祷告能够打动神的心。所以，凡是一件事情不会动你的心，甚至不会让你流眼泪的，这件事情也不会感动神的心。所以，当我们每一次遇到了困难，受到了压迫，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仰起头来，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因为神是看见的。这个是多美好的应许！因为神看见了我们的眼泪，我们的祷告就能够打动神的心。但是，如果不在神的面前流泪，你在流泪谷所受的困难就无法得到解脱，因为世界上受苦哀哭的人本来就很多了。人的哀哭只表明了自己的伤心难过，哀哭以后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的。但是在神的面前流泪，必须要加上祷告才可以。所以你每次哀哭、悲伤、难受，为什么不加上祷告呢？因为你可以借着祷告把你的难处、把你的悲伤说给神听。你或许要问，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真的有用吗？诗篇第五十六篇第八节告诉我们，我几次流离你都数算，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请记得，这是在神面前流泪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人生使你痛苦，而且你受的压迫太重了，有许多的难处使你熬不过去，你就在神的面前哭泣好了，因为这不会落空的。神要把你每一次所流的眼泪都记下来，又把你所流的眼泪都装在皮带里。这就是说，神保存我们所受的苦，像把眼泪装在皮带里面一样。感谢神，我们的眼泪不是落在地上，而是积蓄在神的皮带里面，这不都是记在册上吗？神纪念、神数算我们的眼泪，神没有把我们的一滴眼泪遗忘。每一个信徒都会经历自己的流泪谷，我们要忍耐到底，最终必会蒙主极大的安慰。人经历的每一个创伤，都使得生命更加成熟。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这是诗篇第八十四篇第十二节最后要告诉我们的讯息，也就是经历流泪谷而依靠神的人是有福的，是要向神感恩的。诗篇第八十四篇当中的流泪谷，象征着基督徒要走的是一条属灵的窄路，这条窄路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为主来受苦，体贴顺从圣灵的意思，走永生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面，可能得不到世人或者是家人的理解，甚至会受到反对还有攻击。在生活当中仍然会有艰难困苦，世间的罪孽会日日的刺痛我们的心，基督徒还会为自己肉体的软弱所带来的愧疚感而感到忧愁。所以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会流泪的，但是诗篇第二十七篇第十三节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所以
神必会赐下恩惠，作为基督徒在患难的时候随时的帮助，一直到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的流泪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正在经历苦痛压迫，度日无味，苦战疲乏，有许多的难处使你不能过去吗？你可以这样的祷告：神啊，感谢你，你看见我的眼泪，纪念我的眼泪，你没有把我的一滴眼泪遗忘。有时候生命当中的艰难使我痛苦，让我受压迫，而且没有人能够体会我的感觉。但是神啊，我可以到你的面前来流泪哭泣，因为你曾经应许，这是你会看见的。亲爱的神啊，我要学习借着祷告，把我的苦难跟悲伤都说给你听，把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你，相信你必能够把我这个生命当中的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阿们。但愿神赐下的恩惠，作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患难的时候随时的帮助，一直到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的流泪谷，并叫这个谷变成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就是本集圣经考古资料库为您所介绍的流泪谷。